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展示的是峨眉武术中的代表套路之一——画门二十四贴身铐子。这套拳是清光绪年间峨眉山修德禅师将它传到了民间。我的老师91岁高龄的赵子球于马西山处学的此拳。画门拳又称阿拳，阿拳在明代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所著的纪晓新书中有所记载。阿者，鸟眉也，不缺者，在人类之鸟，以诱外鸟。陈晓东在其所著的拳猎中讲，技击之妙，全在于诱。画门二十四贴身铐子的风格特点是重单手，讲化劲，借力巧打，手轻脚快，运动中突出五风六肘，擒拿封闭，挨肩抵靠。现在我把整套套路给大家演练一遍。下面我为大家做分式讲解。首先我把第一段完整的为大家演练一次。第一个动作玉臂式，玉臂式右掌为掌，左手为拳，这是峨眉派武术中的一个特殊的起势动作。右掌从体侧拿起向下成掌，掌离在胸前眼平视前方，左拳握拳直于体后，这也是文攻武备的意思。前边掌表示文，后边拳表示武，文以武备，这是峨眉派武术的一个特殊的理念。我再做一遍。第二个动作啊，马步混掌，双手往前轻轻的一丢，双掌向上，掌心向上，然后右脚向右摆一步，
双掌丢掌的时候，身体重心微微后靠，右脚摆步，左手下叉，右掌从体侧回换一圈到左肩的侧面，混掌混背。再干一遍，丢手，马步，混掌。下一个动作，虚步反掌。虚步反掌，右手先向下丢掌，同时重心右移，左脚前点成左虚步，左手从右臂中反掌击出，丢掌反背，丢掌反背。再下一个动作，马步混走，在丢掌反背的反背掌的基础上，左手下压变成左弓步混走，左手下压，先把右腿迈出，脚踏稳了以后，左掌继续下滑，重心左移，右肘混击。我再给大家做一遍，半马步插掌，半马步插掌是从弓步混掌的基础上，右拳变掌，向体侧丢出，掌心向上，重心右移，左掌从起左侧向下插，右手回绕一圈以后，竖掌在身体左侧离掌。再看一遍，丢掌，丢掌，双格手丢锤，双格手丢锤，在马半马步插掌的基础上，双手由体外向右格挡，右脚同时上前一步，左脚上前踏实了，向前双击掌，两手呈转拳，指头在上边，四个指头握紧。再做一遍，双格掌，上步丢，双格掌丢。再看一遍，上步双格掌踏实了丢，虚步正格掌，左掌标手，虚步正格掌，左掌标手，是在上步标锤的基础上，
重心后移，右手回环半圈，竖肘向左格挡，重心再向前，左脚踏实以后，左掌从右肘弯中向前飙出，右手翻背向外格挡。再看一遍，跪步下扎肘。跪步下扎肘是在左标掌的基础上，重心后退，左脚推到右腿的后边呈半跪步，左手变拳向下砸，再看一遍，左右标手跪步下扎掌，先提起撑左虚部凤眼锤，然后重心左移，左脚踏实了以后，右手向上翻歌，左手向上翻歌，右掌标出，然后右脚再踏实了，重心右移，右掌挑掌，左掌标手，我完整的做一遍，正面的做一遍，侧面再给大家做一遍，下一个动作回身左右标掌，回身左右标掌是在左右标掌的基础上，右脚向自己的右后摆半步，呈左横裆步，重心右移，右手上下呈上翻格挡，左手从腰间标出，标掌的时候掌心为果，掌心向上，然后左掌向下翻动，重心左移，标右掌，再给大家做一遍，再给大家做一遍，右扎肘弓步即靠，右扎肘弓步即靠，从
右手开始，左掌向下遮掌，重心向前靠，右脚前摆半步，右手下扎，重心先左移，然后右靠。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踢步正格手剑锤，踢步正格手退步剑锤，扎手以后重心左移，左拳向下劈扎，然后重心右移向左转身，呈左虚步正格手，正格手的时候右手竖直垂肘呈肩，左腿后退，同时右拳左拳从腰间发出向前冲拳，收手剑锤，先呈虚步坐肘前冲，虚步坐肘前冲，再演练一次。退步顶肘剑锤，重心回收，剑锤重心回收，左脚踏出，右脚上步，踏实了，右肘向前碰击左掌，呈右弓步，右拳从自己胸前向前翻背击出。我再给大家演练一次。马步顶肘，右腿向右后退半步，右拳收回，然后身体右转，马步向侧顶，再给大家做一次。第一段演练到这里，下面我把第一段的积极动作给大家讲解一遍。峨眉武术是四川巴蜀羌兵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社会实践中，把踢打摔拿等各种武术积极实用动作汇编成便于传承便于交流具有表演价值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叫做套路。那么现在我就把他们这按照攻守进退的规律演变成的套路把它简易开来，把实战的用法给大家讲解一遍。第一个动作，当对方右手抓我左肩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可以用右手压住他的手背，左手上抬下叉，使对方重心因疼痛而蹲下。现在我从另一个方向把马步横走的技击要领给大家讲解一遍。抓手下叉，然后轻轻的前推，可以使对方倒地。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嘿嘿，下面给大家讲解弓步横走的使用方法。弓步横走有两种使用方法，第一种隔背击腹，对方右拳冲拳，再来一遍，格挡，这个动作叫做固中节走两翼。那么对方直拳来了以后，我的手顺着他的肩部竖肘往右隔，这个时候因为他来的是一条直线，我的手是一条竖线，竖线跟直线有多点相交，所以我这个时候的防守是最容易成功的。那么将对手的直拳防隔开的时候，顺着对方的冲劲，我便弓步横起肘攻击他的猎步，这样就可以重创对方，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遍。另外弓步横走也可以用于当对方的左手抓我领部的时候，我把这个动作也给大家演练一次。现在我换一个方向，把这个动作的要领给大家慢慢的讲解。当对方抓住我的领部的时候，首先我用左手反扣住他的手背，左脚向左迈出一步，身体向左侧下压，使对方因疼痛而抬肘蹲下。这个时候我的右手托住他的肘关节，左手把他的手背向我的肘弯中送进，然后向下压他的手背，这样就可以擒住对方。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给大家演练一次。换一个方向再演练一次。现在我把双格极面锤的使用方法给大家讲解一下。当对方用右冲拳击我的时候，双手隔住他的来臂，同时上步用双掌攻击他的咽喉部分，从另外一个方向再讲解一遍。双格进步，完整的来一遍。现在我把左右标掌给大家讲解一遍。右冲拳格挡，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左冲拳来一样叼掌
右冲拳，隔压，雕开，然后用掌去插对方的咽喉，右冲拳，下面我把弓步挤靠给大家演练一遍。当对方左冲拳急来的时候，我将对方的手臂往下压，同时扣上一步到对方的侧后，身体先右转给发力创造条件，然后右手用前背横击对方的胸部，把这个动作完整的给大家演练一次。反方向的来一次，再来，往后倒，下面我把虚步真格掌、退步登掌的使用方法给大家讲解一遍。当对方右拳攻来的时候，我虚步正格，使对方的拳力量不能作用到我的身体，然后当对方收拳的同时攻击对方的咽喉，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不小心，下一个动作沉肘剑锤。当对方用腿攻击我的裆部的时候，我双手下坐翻开来腿，用肘尖去下坐他的脚背，使对方腿受到重创。当对方收腿的同时，我右脚猛地蹬地，双拳去攻击对方的咽喉部位，再来一遍。换个方向，下面我把回身马步顶肘的使用方法给大家讲解一遍。当对方从我体侧抓握我肩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以以一手反压住他的手背，然后右脚向对方右后迈半步锁住他的底肌，同时拧腰后转，用右肘攻击他的咽喉部位，使对方倒地。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给大家做一遍。换个方向，第一段的使用方法介绍到这里，现在我把第二段完整的为大家演练一遍。现在我把第二段的动作为大家分解一遍。转身扣步右标掌，
转身扣步右标掌，它的动作要领是从第一段最后一个动作马步顶肘开始，转身摆步，手往下插，贴着身体往下插，然后扣步下插回压。我再给大家演练一次。下叉摆步扣步，虚步斩首，两手回环一圈，呈左虚步，两手回环，右手下劈。再来一遍，两手回环，虚步下劈，银手弓步横击肘，从虚步下展开始，右手银手，右脚往右侧跨一步，身体重心先左移，在右移的同时向右横击肘。再演练一次，马步下叉，马步下叉掌，横击肘开始，先右拳变掌，向侧面丢掌，然后重心回一，左掌下叉，六合步压肘标手，左脚外摆，右脚内扣，双手同时由上往下格压。右脚外摆，左脚内扣。我再给大家做一次，左右标手，重心首先右前一，右拳前冲回拉，双手回拉，然后右脚再上前踏半步，右手横捧，左手向前吹气，左手正格，右脚收回成虚步，左脚前踏半步，左掌下挂，右掌标手，两手回环，右脚后退成歇步。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为大家演练一次。you
换个方向再来一次。下面挑手右托掌，挑手右托掌，从斜步开始，双手由下向上托手，左手外翻，右手上托。进退步左右标掌，进退步左右标掌，从上托开始，右脚向右前踏半步，脚踏实以后，右手由上向下斜挂，重心往前移，右手掌心翻到上的时候，左掌由自己腰肋间向前插击，然后左掌下挂，右脚向前迈步，脚踏实以后，左掌向下挂，重心前移，右掌向前标出。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为大家演练一遍。退步标掌，回环右扎锤，退步的时候先右掌掌心向下翻，同时退右脚左脚，右手上踢，左掌由腋下插出，两手在体前回环，右拳下扎变为马步。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摆步魂靠走，摆步魂靠走的要领是从马步下扎开始，右腿往前摆半步，身体先微微后坐，然后以腰带背向右前斜靠，我再演练一次，左右标掌，白圆线果下扬提，这个动作的要领是从横步横走开始，马步横走开始，左手由掌心向上翻动，右掌向前标出，然后重心右移，同时右掌由掌心向下翻动上挂，左掌向前标出，两手在体前回环，重心左移，
扬起爪向下击打。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扎掌然后掌，挂手下叉掌。这个动作从下扬踢开始，左脚前摆半步，左手下扎，然后身体带动手背向左前方南虎掌，重心后移，下挂手再左前一下叉掌。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这段的动作就演练完毕。下面我把这一段的实用动作为大家分解一次。转身扣步标掌，我把转身扣步标掌的使用方法给大家讲解一次。上，当对方请我手往下按的时候，我转身脚往后插，然后身体提肩顺着对方手转腕，就可以把劲消掉。这个时候我回身下坐就可以使对方倒地。再来一遍，如果回身下坐不行，没有把对方打倒，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标掌用上插他的头。完整的为大家演练一次。标准再来，虚步下展，我把虚步下展的要领给大家讲解一次。变成虚步下展，当对方鞭腿击我的时候，两手回环抱住对方的腿，然后右脚往前前踏半步，左脚后摆，身体右后拧转，就可以使对方摔倒。换个方向来一次，来快点，走，对，流合步，擒手下展，对，再来一下，来，先对方直拳冲来的时候，手反掌搭住对方，向下擒压，同时右脚扣上一步到对方体侧，右手向下使劲劈打对方肘关节。当对方身体下俯的时候，重心左移，用右脚勾住对方的前腿向我方牵绊，使对方倒地。来一遍，白猿献果下扬踢。下面我把白猿献果下扬踢的动作要领给大家讲解一遍。对方鞭腿击来，对，白猿献果接腿，然后右手顺着他的腿向上攻击对方裆部，然后身体前送使对方倒地。
二段动作讲解完毕，下面我把第三段的动作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次。下面我把第三段的动作为大家分次讲解一遍。第一个动作，虚步正歌掌，虚步正歌掌，从第二段的下叉掌开始，身体右转，重心左移，撑右虚步，同时转腰，左手垂肘，竖背向右格挡。我完整的演练一次，右皮拳，双白掌，剑锤。右脚后撤，右拳从腰间向上，向上到下的斜劈，然后再上右脚双白掌，双手呈凤眼锤，拳心向上，身体为下坐，前脚撩后收，双肘下坐，身体向前，将两手用推进发出。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再为大家做一次。弓步反背反翻花锤，退步马步顶肘，在剑锤的基础上为回收，上半步撑左弓步，左肘前顶，然后左背反背拳击打对方，左脚回收半步，左肘下压旋上反肘攻击对方。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给大家做一次。转身扣步左标掌，马步沉走，转身扣步左标掌跟前边的转身扣步右标掌动作一致，方向相反，转身的时候先右手下叉，右脚侧摆半步，左手同时向后单叉扣步，撑掌撑肘。我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次，
部斩首，弓部左部首。冲！双成长开始，双手在体前回环，右脚收回成右虚步，右掌向下斩首，右掌斜抛，右脚迈出半步，身体先左转，然后右转，右手上踢，左肘下扑。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再做一遍。转身马步横走，接收势。我把这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先左拳变掌向前丢出，左脚向前斜踏半步成马步，同时两手回环，左手下插，右横肘竖掌离于左侧，掩饰左前方，双掌向前，掌心向上飙丢出，退步，后背抱拳，前掌由体前慢慢下落成玉臂式。这个动作跟玉臂式一样，收势跟前面的玉臂式完全一样。我再做一遍。现在我把第三段完整的为大家演练一遍。现在我把第三段中的退步右劈拳的积极使用方法为大家讲解一遍。对方右直拳攻来的时候，退步，头埋早了，不要着急，再来。对方直拳冲来，先退步，把对方的手从外向内各挡，然后再反掌勾住对方的手向旁边拉开，同时再迈步右拳斜向下劈他的颈部。再来一遍。右拳翻花锤，右拳翻花锤动作要领是，当对方的腿攻击我的时候弹腿，我下拍，然后翻背锤击打他的面部。我把这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对方腿来的时候，双手下拍，然后进半步，一手压腿，一手用拳背攻击对方的鼻梁。我把折手虚步反背掌的使用方法为大家讲解一遍。对方右弹腿攻击我的时候，
我把动作要领为大家讲解一遍。对方腿打我的时候，我手向由下向上接住来腿，反背攻击对方的颈部，然后身体右后转，右手下勾对方的头部，左手上抬对方的腿，身体向右旋转，使对方倒地。再来一遍。第三段的技击动作讲解完毕。朋友们，俗话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一招熟了就是绝招。所以我希望朋友们再把这套整套动作学会以后，把每个动作的单练动作要反复的加以练习。练熟了以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得手应心。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掌握这一套的要领。谢谢大家。